OK， 我们第一站到了剑南山夜景，然后这边除了可以看到101跨年烟火，还可以看到美丽华摩天轮。然后这边算是秘境啊，因为它就是一个道路，然后就是旁边的小土地、小空地，然后就可以站在这边看夜景。我们的碧山岩夜景，然后这边也算是我喜欢的夜景的地方。虽然101还是有点比较远一点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哦。OK， 第三站来到我们景晴公园，景晴公园它就在北一，也就是吴兴街商圈附近。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101跨年的烟火。OK， 我们现在第四站就来到福州山公园，那我们先直接上山吧 ，Go！本人的私藏名单，我真的超爱这边，而且真的超少人知道。这边最棒的就是，他只要爬15分钟就会到，他比象山还要容易许多。OK， 第五站就是我们的彩虹河滨公园。你只要这样放眼望过去，除了可以看到烟火，你还可以看到就是美丽的风景，就是直接倒映在河流，你就觉得哇，双重享受。而且这边就是很空旷，你真的不用怕会挤去哪里，河堤那么大，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就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。所以这边真的是推荐赞。这个好陡哦，这是对的吗？摄影师加油，我今天就是要来整摄影师的。这合理吗？可以看这条长段。关机。